你这是在干什么真人秀啊？老师，不作弊。现在我连工作都没有了，是吧？最严重的是，我就希望陆巡能把之前的这些恩怨都忘了。他就今天又要跟钱川打起来。不管了，反正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你今天要么…… 干什么呀你？你给我搞我！你想干什么真人秀啊？老师，不作弊。谁作弊？我不会呀！啊！陈老师，钱维是吧？还有10分钟就有交卷了，你要是不会就交白卷。 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做题。小心，老刘，这老同学聚会的成人秀下血本了。那个老师，我能看一下时间吗？